小 menu 小 menu， 对，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些 pasta 还有汤，哦，所以我们的菜都来齐了， potato leek， 嗯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就是 cauliflower 花椰菜，沙花椰菜。好，然后不用特别的难，我怕你开心。好，然后就是那个 Brussels sprout。OK， 它就是 sprout， 就是那种很像迷你莴苣，就贝壳面跟面跟宽宽面，看到了没？加大。哦，这好不好？好吃，好吃，而且它站起来比一下，比价那比它的环境跟食物还有价格，就你看。我们两个大概$35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进来。好，啊，在这里都是外国人，我们是唯一的华人。哦，对啊，这里都没有华人。我们也是唯一在这边拍 YouTube 的人。好，我希望我们的影片谢谢安善丽，拜拜。拜拜。